南投县郭乡乡的白岗村，沿天三级古迹农民桥，正系几下拜过后，一下全面开放诶，民众做得非常高。亚伯的白岗海因为水位较大，当地的土壤技术研究发现，土河坝底呢，不能看显显的岩层地图，看到一只爱心的图。像亚种呢，看天上看得到的景象，年下一百多机会才看得到。有下期的农民桥方看下去，就前面到石头渡街新平乡的，因为去年寒天一直卡少，谁知道白岗海的河坝水量高过多。冬天土壤结石岩，大屯结石节，嗯，都好看到一个冲新平的石头。这个是在我们的北港溪溪床底下，就是糯米槽旁边。那这个两边对称的一个爱心相当的漂亮哈，那这个是限量版的哦，因为那个是因为今年哈枯水期的一个部分，所以它水位整个降低。郭乡乡内有几多点整个农体产品，民众心脏也是跳来郭乡乡老了，坐在对龟头流后郭乡高流头下来，体验十个个亲密屯成都文化之旅。从国姓交到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先去福龟那边做一个采草莓、采蜜枣的采果活动，那再来我们的糯米桥休闲农业区这边体验我们的文化产业之旅哈。那我们的产业呢，有咖啡厅、休闲农场，还有一些观光体验的民宿跟餐厅哦。因真够满意，所以张坤那道横田站有个景象，毗邻国际糯米桥的风景，尤其是工人期间，唔想去游乐区，人家民间人下，欢迎大家去到个乡乡，享受恩人吃菜的行料。下个新闻的风气，南投报道。